我说真的，AK 帅气小叔喜欢的老面馒头今天要限时返场喽！哦噜，走快点的吗？我看看呢，我看看那老面馒头叔叔搁哪儿呢？哎呀妈，你看那师傅帮我看看呢。哦，我的老面馒头叔叔，AK 帅气小叔来喽！就这个吗？给我闻闻味儿。哎呀妈香，妈咪，please now please give me a 小馒头。哎呀妈！你怎么事儿的？怎么是打不开呢？这怎么事儿的？您的手刚长出来不好使吗？你搞快点的呀！哎呀，你真耽误事儿了，就请你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拿出来了！哎耶耶耶耶耶耶！Acid down。熟悉的味道，吃高兴了，给大家整一首的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，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。哦妈，哦妈妈妈，我的小甜瓜也现实返场了。哎呀妈呀，来了给我的一块的。但我妈说了，这玩意儿不能剁，吃这玩意儿吃多拉嗓子。妈，你也整一块的，我一块，你一块，咱俩永远搁一块。不是啊，我说让你整一块的是让你重新去切一块，不是让你从我嘴巴里面薅一块啊。这你松手啊！你咋的？你还想让我给你剩一口啊？那我吃过的东西你也不能吃啊！那咱俩不是一个物种啊！松手，好，你去切块的呗。哎，你还看着我，那我吐一口给你吃吧。你也不吃啊？我自己吃。好，妈，你可别多想啊！这个咱就是说，我不是说为了块小甜瓜就怎么地的啊。这个咱们就说啥呢？这个第一次抱着说不清楚，但是我肯定是爱你的啊。